脸型的话，我觉得是，它属于兔系的。。脸型的话比较有轮廓。脸型是有轮廓是什么概念？有轮廓就有人角啊，有下颚线。哦。是什么样的眼睛？我觉得眼睛是属于比较标志性的，现在流行的。我觉得像王一博，他说的。王一博是九五后吗？王一派嘛，九五后呢，应该是九五后。哦，那好，那好吧。王一博啊，哦哦，